据网友黑哥9月8日爆料，在一处婚礼现场，新郎在所有亲朋宾客面前欲亲吻新娘，怎料却遭新娘一脸嫌弃，并当场将新郎推开，拒绝新郎所吻，场面非常尴尬。视频一经曝光，惹来网友热议，不少网友把矛头指向新娘。对此，有网友分析，可能是结婚前在吵架，结婚时没消气，女的一点都不懂得顾全大局。也有网友评论，新郎尴尬地叉着腰，心里暗暗发誓。更多网友担心的是婚礼过后会不会离婚。